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？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我没有在害怕，我只是在担心你的安全。你看，恐怖故事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桥段：荒郊野岭，光线微弱，在黑暗之中突然冒出一个人影。啊！你快想想办法！ 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在这里遇见的都不会是普通人。如果被他大话，说不定会被吃掉。你们是谁？旅行者？难道是外国人？不对，没见过这样的打扮。难道说，是从那个时间旅行来的？我只是来这里做藏衣，并没有冒犯的意思。 不管你们是谁，我们应该无冤无仇。看来只是个吓破胆的普通人，而且怎么好像比我还害怕的样子？喂，怎么会？我看起来应该很友善吧？别害怕，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真的打算对我下手吗？不不不，你别紧张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放轻松啦。放轻松？这意思是？ 如果不老实点，就要下狠手了吗？别过来，我们无冤无仇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喂，说了不会有事的。我应该没有说错话吧？我们快追上去吧，免得他做什么不理智的事。 希望能帮上忙。堂主，堂主，有鬼追过来了！哦，别大惊小怪，他们不是鬼，只是普通的客人。 对呀，说了不是鬼啦，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听我们解释？但是好像说客人也不太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医官，名叫老孟，第一次来这边做藏仪，难免会有点疑神疑鬼。藏仪，哦，钟离当客卿的那个往生堂，不就是专门做这种工作的吗？嗯。 没想到你们还认识钟离呀，那我解释起来也省事儿多了。我是胡桃，往生堂的当代堂主，具体掌管的，就是些生离死别的小事儿。不过我很喜欢这门生意，往生堂也是老字号了，无论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说来听听。
就是就是，就算我们有事情要找往生堂，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嘛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上门和我谈生意的客人，每个人在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就注定了是我的客人。就算现在不是，迟早都会是。往生堂非常欢迎预定服务，我们是你后顾无忧的最佳选择。不过预定时间还得准一些，否则得多花好多力气呢。要是决定不了，至少也先来和我说一声，不然到时候看见你还活蹦乱跳的，我会很失望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那个，我究竟要从什么地方开始问？不好意思，堂主是个很特别的人，还是让我来解释吧。我们听说吴望坡最近有灵异事件发生，为了平息影响，我们刚刚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葬仪。葬仪本身很顺利，按照堂主的说法，至少短期之内不会有问题了。往生堂、吴望坡、葬仪，这三个词放在一起非常自然嘛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解释的必要。倒是你们无缘无故到吴望坡来，反倒没有那么正常了。你对正常的理解相当不正常。冒险？哦，我猜你应该是冒险家协会的成员吧？看来不只是客人，还是罕见的淘奇贵客。淘奇？那又是什么？就是客人的重要度划分，分为胡、桃、竹、木四级，往往级别越高，往来就越密切。这种分级，就连我都是第一次听说。因为是我今天刚想出来的，没必要这么惊讶吧？你想想看，冒险家天天翻山越岭，探索秘境，经历各种各样的战斗，难免遇到危险和意外。对这样的客人重点照顾，时常关照，对他们也好，对我也好。哎，你也这么说？还以为到这儿来的冒险家不会有什么避讳呢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往生堂最近在和冒险家协会谈生意，有你在中间介绍的话就方便多了。那我想想，你想要什么，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吗？啊，我们正在找人，可是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线索。这个我说，连你们问不到的人我都可以帮你们问到哦，所以来帮我做事是很划算的。我们走吧，伙计们，回离月港谈生意。为什么已经变成伙计了？往生堂问不到的人，难道他说的不是活着的人？这个人太古怪了。又是你，说了这种合作我们没有兴趣。别着急嘛，你看你们冒险家协会里面有深刻同意我的说法的人在。是这样的，上次跟你们谈完，我做了新的方案，追加了相当划算的内容。具体来说，往生堂会优先处理冒险家协会的请求，而且第一批会赠送100个特制的木盒。还有还有，我们支持现场回收服务，业务范围覆盖离月绝大部分地区，个别休闲地带要追加收费。啊，你可以放心，很便宜哦。我觉得你完全没明白我的意思。哎呀，明白明白，
我知道你想讨价还价，不过我们往生堂给出的优惠力度已经很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出门在外难免遭遇危险，有个词叫未雨绸缪，说的就是这种事嘛。从来没听说过抢先在这种事情上做准备，就算要准备，也是去准备和冒险安全有关的事。请回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喂喂，等等，那再打个折怎么样？如果一次满10个人，可以有7折优惠。堂主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千言君又要来了。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他好像在试图推销往生堂的服务。